心灵蜜豆奶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群茂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找回尊贵的自己。有一个故事说到，有位年轻人，他胆小，个子又不高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一点优势也没有，所以他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抱任何的期待。他的母亲总是叮咛他说，孩子，做任何事都要全力以赴，如果你不能全力以赴的话，干脆就不要做。即便如此，这位年轻人还是想着，我不要是最差的那一个就好了。长大后，这位年轻人成为一名业务员，可是他的业绩并不好。有一次，公司经理要他去参加培训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即将结束时，培训老师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观察你一个月，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才是这样被浪费的。他很惊讶地问，为什么？老师说，你很有能力，但却总是把期望定得太低。如果你投入工作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你会成功的。很惊讶的，因为从小到大，除了他母亲，没有人鼓励过他。而现在，培训老师的话好像一剂强心针一样，大大鼓励了他。他将老师的话记在心里，后来他就不再过着那种得过且过的生活。他开始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，他训练自己有得胜者的思想，并且用成功者的头脑思考，用成功者的心态面对生活。两年后，他成为全美最年轻的区域主管。亲爱的朋友，看见了吗？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认知，对他的未来有极大的影响。而且通常，一个人自我形象和对自己的理解认知，是从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到的。美国一位有名的演说家约尔，曾经讲到他姐姐对他3岁的小孩说，你是超人，你是机械战警，你是大能的勇士，上帝在你里面，没有什么是你没有办法做到的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就抱着他的孩子对他这样祝福。而犹太人的父母则是早晚都这样的祝福他们的孩子，说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必成为大国，你是蒙福的，上帝要赐福于你。而相较之下，我们东方人的父母很少肯定赞美，而相反的，大多数是贬义打击。所以东方的孩子一生都在追求人的肯定，都在寻求自己的价值。曾经有一个孩子很高兴地跟父母说，我这次考试3科100，2科95分。你猜他父母说什么？他父母说，哦，那这次考试的题目一定是很简单的咯。你看，多少父母是打击士气的专家，难怪很多孩子都是低落的自我形象，一辈子都在寻求自我认同，在追求自我的价值里面挣扎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很多的贬义跟打击，然而在上帝的计划里，上帝创造你是荣耀尊贵的，上帝已经赋予你智慧，赋予你领导管理的能力，上帝对你的计划是成功兴盛的。今天让我们认同上帝对我们的创造，紧紧地抓住上帝的话语吧，让上帝的看法成为你的看法，不仅看自己是尊贵荣耀，更能活出上帝所预定给你的精彩。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罗娟、大伟主持的《早安 EZ 购》直播，欢迎电台、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。士林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。